甲恁讲台湾话，但是愈想愈紧张。AI 教父黄仁勋讲台语让全场嗨翻，辉达成为台积电新救世主，27号到台大毕业典礼演讲，成为全球焦点。我伫美国大汉的，所以我的台湾话即马毋是做标准，所以我今日咧甲恁讲英文，看好。黄仁勋上台前身穿黑色皮衣亮相，师生抢着跟他合照，特别是他的爸爸妈妈和哥哥也坐在台下。演讲中，他也金句连发 ：Run, don't walk. Remember, either you're running for food, or you are running from being food.黄仁勋身价超过台币1兆，被叫做一兆男，在彭博亿万富豪排第37。他在2017年成为交大名誉博士，2020年获得台大荣誉博士学位。I came to NTU for the first time over a decade ago. Dr. Chang invited me to visit his computational physics lab.黄仁勋现年60岁，1963年出生在台南，9岁的时候移民美国，但国台语都通，相当亲民。回台湾也会逛夜市、钓沙和唱 KTV。With the PC and chip revolution, you're at the beginning, at the starting line of AI. Every industry will be revolutionized, reborn, ready for new ideas.黄仁勋也勉励台大毕业生，现在的 AI 时代要思考自己创造什么，并勇于求助，忍受艰辛，实现梦想。台北新闻黄俊文、徐梦杰、曹尚仁 NCN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